约了你那么长时间了，就跟我说忙忙忙，你忙什么呀？就忙着跟法国人压马路了是吧？你一个中国人，一天到晚跟洋人压马路，你像什么样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看不惯。 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个中国人。是，我虽然为洋行工作，但我还有一颗中国心，我没忘本。你们真得女中那么多中国难民，我给你送了多少东西？你给我做过一件戏吗？还给洋人去做衣服？你给我做过一件衣服吗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 现在法租界是洋人的天下。是，那你去找洋人，你找洋人朋友帮你摆平所有的事情。有了困难，你别找我。